农历新年期间，对于各大家用品牌来说特别重要，尤其是厨房纸巾。舒洁希望能在过年期间加强用料，促进销售。但是该如何在百家争鸣的新年档期吸引消费者注意？我们发现厨房纸巾的主要 TA 为已婚妇女，过年期间她们更必须面对婆媳问题。你要来？你到了？果然一团乱。哎呦，这些瓶瓶罐罐下面，瓦斯炉也是，还有抽油烟机，这里面也是，还有这个把手。透过产品强大功能点，一秒瞬息，改成谐音一秒瞬息，以一系列有趣的剧情带出商品特性。影片播出颇受好评，销售业绩同期成长142%。一秒瞬息，解决厨房危机。舒洁厨房纸巾，祝大家开心，一路顺心。